光线太差。早安，关门。Hello。等一下。还好刚刚没有多人。Hello， 晚安，小易。Hello， 君汉。浩易，阿龟。Hello， 奶奶。Hello， 社长。Hello， 阿当。晚安，桃花哥。晚安。什么东西？没事，没事。嗨，阿龟在后面，有我有看到。我想说，为什么要拿这个牌子？阿龟在后面，我有看到。Hello， 桃花哥，大家觉得这次的公演怎么样呢？久违直播，对啊，真的超久哎！我上一次直播是，应该是上礼拜三。就是已经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后了。看到你的名字了吗？鲑鱼。你去改名叫鲑鱼吗？为什么连香港人也在乱鲑鱼？好久不见。对呀、啊，天天 hello， 谢谢桃哥送的比心跟玫瑰，已经爆哭，想说举一举看会不会被看到。有啊，我有看到。飞宝小走心，为什么？你为什么走心啊？谢谢阿龟续费粉丝团。季思言 ，Hello， 好久没直播，那种很奇怪的感觉。我跟你们说，你知道嗡嗡那时候走出来的那一瞬间，然后我就觉得我不会哭，我不会哭。结果呢，开始唱箱子里验证，然后我们就会开始，我就这样。然后就很感动你，很感动。其实君汉，我没有看到你的 IG， 我是直接应该是君汉吧。谢谢新人送比心，香港感言不限速，真的好酷哦，秒哭。我还要回去看那回顾影片，然后在说汪汪汪汪汪，说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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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怎么可能不哭？我们全部就是 Oh my God， 就这样。重点是我们同学他根本没有 say 这段，我们想说，到底为什么要哭？你在哭什么？你在哭什么？没人看他哭，都打他了。他走出来，你还在想你谁？我跟你讲，我第一次。他那时候回来的时候，想说这是谁啊？这到底是谁？这到底是谁？我真的认不出来，我以为是舞蹈老师，新来的舞蹈老师。这是你谁啊？因为我就说，因为他跟我说，就刘海到底要不要？我说。就是我看他照片，就是没有刘海蛮好看的这样子。然后我说你这样蛮好看，我觉得比刘海还好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看到本人，我觉得你好像刘海比较好看。他说这么这样子就欺骗我的感情，他就有点落差。你看超久，认不出来吧？我自己都认不出来，怎么可能认得出来啊？认出来的话也太铁粉了，看照片想说你谁，真的认不出来。想说觉得，可是不对啊，对啊，连我都认不出来。对啊，因为我姐刘海。各位直男们有发现吗？我公园前两天剪的，还好没被剪坏，不然我真的会哭死。哭的就不会是那个了。我同学回来，我的刘海怎么变这样子？他留下很崩的照片。
我真的很喜欢美妆蛋，很软，其实很疗愈。没有，没有发现。啊，我觉得还，我还想说我的刘海，而且重点是我这次这样剪短之后，刘海没有那么容易这样噼噼噼。我突然掉到第三手，我刘海会变这样。我这次到最后一手都还是这个状态，应该吧？这个不淡呢？没有。天天你有来吗？你根本没来吧？过年就发现，赞啊阿龟，你很棒，加速 hello。坤坤 hello， 从四月第四，好啊，第一次要来 guess 一下我跳哪一首吗？虽然大家都猜我是琪琪，然后我就举例说我不是跳琪琪，一下就没发现。我这边也剪了五公分，五公分。嗯，你有看到山腰吗？山腰，我看到很多我的扇子，但是我每次自我介绍的时候，还有喊 cosing 都蛮小声。我在想我的粉丝都蛮地藏型的，喊出来啊你各位！反正看到刘海干没有，齐平就在讲对，嘻嘻 hello。你很激动，你又喊出来，在呢？不是，就是你知道这样转，我这样看过去，哦，这边有扇子，哦，这边有扇子，那边有扇子，啊，喊出来的声音怎么是这样呢？嗯，我觉得他的咀嚼肌更大了。你喊琪琪，你为什么没喊我？他的这边，嗯。右边侧膝有看到三，我那个萨库拉族的时候，我看到三边侧边有三个女犯嘛，这是女犯，是女犯，然后就拿着我的扇子，但我没有看清楚是谁，很多了，超多在山上，我看到山上的中间蛮多。女犯拿我的三扇，印度侧边女犯啊，是你吗？我那时候没有看得很清楚。年上警戒黑鸭 ，Black Duck Alpha。哎，他说我不是干，我说我知道。人家送发片给我。我跟你说，他隔天没有洗头，他戴假发片。我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说你把它拆掉啊。他说不行，我没有洗头，我没有洗头。我说你弄掉，那很奇怪。前半段保留是里面人。Miso 鸡肉饭，谢谢送幸运星。Hello Miso。你知道我看到 miso 的时候，我就想说，一心想，请豆花咯，要请豆花咯。然后 miso 我就看，因为我都在，我就刚好看 miso， 然后 miso 全程就这样子看完整场表演。嗯，请豆花咯。我还跟七月也说，我说哎，你没有看到那个 miso 那个祭品吗？我说要请豆花吗？我说有啊。谢谢 Miso 哎，真的，你今天留那个祭品的时候我就，请豆花炉。豆花扣跟 Miso 扣，豆花扣什么意思啊？豆花扣，你很认真看表演，好像是，我看你好像看得很认真。请豆花，我跟你们说，我是哪一天？我礼拜五的晚上啊，我跟玲玲去吃豆花，吃到十一点，我们就开始聊天，因为我们没有，我们十一点才吃豆花，我们就聊天，小聊了一下，全程吗？对呀。希望下次不是，哦，没有了，
下次还是。Hello， 玲玲爸爸，尊重这样是该加码的。你才是，不是吧？是你这样那个了，设计品，很棒啊！草莓讲 Hello， 他在草竹公园可以在场内发豆花吗？边吃边看。为什么不能吃东西啊？是可以吃东西，不行。他没跟你说，他没跟你说，真的假的？居然吗？听你之前，他想要想好朋友直播，赶快做文墨山。我就是听了之前想好朋友直播。哦，嗨嗨，香香甜甜可可爱爱美美的安安 ，Hello 草莓，草草莓莓讲，好笑。空气彩带，你丢给那个谁 F 哦？他是哪一个 F？ 哪一个 F？ 哪一个 F？ 你。七二 Hello， 下次可以下山，可以就是那个 F， 你说那个画画的那个 F 吗？下山，下山也要看你的位置在哪里。在韩国吗？我吗？可是我这次丢到第二排，我看到前面的第一，叫啤酒啊，啤酒在一首那个画画的。不是那个 F， 是那个 F。原来，原来如此。我记得我看的画，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很好看。你下次搞不好，下次应该还是会换位置吧？我记得应该是每次都会换。下次能接到吗？我们是捡到的时候不才出来的，就是反正我就是赢的那边，所以我站在前面。这样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有看到 T 恤哥阿翔在剑松的时候是在出口那边，车子开出去那个出口。参选确定。我就是忘记，我好像有跳错，但是我有跳错吗？好像有啊，最后一首，因为我太习惯唱那个了。如果你真的弄不明白，要怎么找寻这个？你赶紧，我到一等等你，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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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然后我就看着嗡嗡走了一步，我就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要走，头动了一下。只有中间 ，yes， 玉婷 ，hello， 品贤，易凯 ，hello， 阿贵子，酱油派，那就换个中间，谢谢你 A 牌哦，记得哦，下次等看阿丽回归就，在后台的时候，可是没有人发现嗡嗡进场。太好笑了，也是啊，不会有人发现。头发好少，尤其是闹起了，对。我没有法绑苹果头我头发当时会看起来很秃。他不是一个人默默进来，你有看到吗？我有啊。好听。没跟我们一起，你怎么知道？你为什么知道？
因为他进场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啊，我有跟他练习啊，我是有认出来。请问苹果头怎么办？嗯，变胖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有内幕不讲？根本不会绑哎、欸。请问苹果头要绑在哪里啊？再绑一根。对啦，我胖了啦。不会翘的。可是我没有另一根那个耶，这个头真的被叫姐姐，姐姐他们都说这是蟑螂头。蓝拉面那个真的是太好笑了，真的是太好笑了。那天晚上我真的是快被笑死。嗨，田中。那你两边钢铁朋友 ，It's okay。晚安。什么？一兰好吃，我那天吃到后来，我就想说，奇怪，好像，对啊，对啊，我跟七七、肉肉跟妮妮去吃，然后我们就去的时候，哎、欸，要等两个小时。那我们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坐一坐，然后妮妮就发呆，然后就看那边，然后就 一群人突然这样，然后就给他上上上上上看啊，找东西呀、啊，他们就，然后妮妮就说要不死要不死，然后我就哪里，哦 ，TP bag， 哦哦，好吧，没关系，就继续坐在这里吧，就继续坐吧。对，然后我们就继续坐在那边。我跟你们说，我们那天大概十点多吧，四点多去这样，我记得好像九点多，好像九点多吧。还有玲玲，还有七七的粉丝啊。没有双马尾，它只两根蟑螂须，要排队。对啊，同一个时间，可是我们先进去了。谢谢大家送的，这是什么？金牛角，谢谢，好酷哦！谢谢小猪 ，Hello， 你跑去吃热炒，超好笑。然后重点是，我就后来吃到一半，我就说我要去上厕所。然后上完回来我就去吃，又点了夹面，然后回来哎面好了耶，然后就吃到一半，然后我看到旁边就是进去，只是不是还有一排就坐着的嘛，哎他们进来了耶，他们进来了耶，后来就吃，然后哎不见了耶，后来我就吃完的时候我就一直看后面，因为我觉得后面三个很像粉丝，然后我想说这到底是粉丝还是不是，然后反正我就说，后来跟弟弟说那我们走吧。然后我们就走了，可是站起来那一刻，我就想，我就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我就一直在看，然后我就默默看他打开他的 IG， 然后打开要发我的页面啊，是佳丽，我就哦，然后他们就就开始默默笑，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反正后来我们就走了。The end。
就他就是坐在我们正后面，正后面。但我都在偷看人。我后来点了一个加面，然后可是因为隔天还要那个公演，然后我想说不要吃太多，可是我也觉得好像没有吃饱。然后其实说我也想再点一个，然后他说他可是他一个吃不完，然后我就跟他分了一半。然后走的时候还偷拍粉丝，还偷拍、欸，他们应该没有发现。台湾确实，那我刚看我不是干。哦哟，你不要这样啦，阿尔法 ，Hello， 强迫症发作，你假装他发量一样，他差不多吧，好像有差异，图呢？你想看、啊？我可以看吗？可以给你们看吗？自己站，对，好吃吗？伊恩，还吃拉面吗？没有，我们下次就不去了。我们下次就不会去吃。你们都这样，你们都来这一套。就是那天，我把它拍下来，我说我要传给我爸看，然后就七七跟柔柔漂亮。七七真的很漂亮。我没有要公开啊，我只给你们看我那天拍的照片。我给你们看我们家偷懒，啊，可爱，邻居拍的，是知名粉丝吗？普，还可以。拉面的照片吗？能配就配。很有容颜吗？是这样吗？拿你的照片吗？可以发现到吗？偷懒大冒险，有不认人？没有啊，我知道是谁，但是我是其他成员跟我讲才知道，对啊，不是你，好像豆奇耶。斗鸡眼吗？有吗？走，让你跟他们走。你本来要去，哎，你怎么换了去？没兴趣，资格欺负资格都没有，所以我应该感到荣幸吗？我应该感到荣幸吗？夹睫毛真的很难，我真的睫毛是我的算了，当技能，我们去踩点。男粉600，六个男粉丝。超主推的名人考虑，真的吗？那你要推了吗？可以以后考虑全餐炒菜。外国人不担心恩恩跟踪，是这样吗？跟踪啊！我没有这样，我不会啦，我不会跟踪粉丝啊。然后换我被出警，可以吗？恩熙。喜欢拉面，因为我去台北吃拉面，我就直接吃抹蓝。我只会女生饮炒薯是全餐，全餐炒薯可哦可哦，一定要的。你怎么打 Lepo 没？你二月四还没打？该打了吧？我这 Lepo 还没看到什么，
滚了想说你都没有看到，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撞到，我在我的拍子上面，好像是另一边的，好像跑出来的有慢的样子吧。我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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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撞过去，撞上去。别想走，我是走，我是走，别说再飞去换我。只发现，只发现送的照片，你给过吗？不行 ，no。两次气，我都是。两次我看不到，超好笑。我已经剪两次衣服了，就是你没有看到我神救援吗？我的神救援。剪衣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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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骗呢？早就知道了，怎么可能呢？ Hello， 羊奶，晚安。亲你晚安，龙骑士，好久不见。有看到梦之中剪尾套，不是，是第三首歌，女朋友那首。前面不是在脱衣服那边吗？晚安。今天到十啊，不是九点，我今天只播一小时。我要礼拜六播两首。汪同学要回我讯息了，他还是没有回我。我们约吃饭，他还是没有回我。什么时候要？是来 hello？ 嗯嗯嗯、扯袖子啊！讲脱衣服。是脱衣服没错啊，看多久哎？洗衣服完，噔噔噔噔噔噔噔，不就是脱衣服吗？因为不知道哪位穿衣服，黑到黑。撒悠，紫色马桶。Hello， 你好。这扣子扣上去了吗？有些是扣子，有些是魔鬼毡，通常是魔鬼毡比较多。像西服就是魔鬼毡，然后看到九那首也是魔鬼毡，绿色那件是扣子，所以我可能一不小心就被就是拔掉了这样子。说换衣服好了。我为什么今天一直，我今天一直设定我的直播时间是九点呢、欸？我一直以为我是九点，就是。比较多，嗯，就是扣不上就很麻烦。谢谢婷婷送小浪花，夜空斯拉送比心，哎，想要死一次了。
应该是写三。对啊，因为我有九点，我也不知道怎么会八点，为什么？哎，我那天发粉补的超好的，我那天完全没有秃头，机器帮我补的。虽然发粉是我提供的，然后妮吃完拉面那天就来住我家，也没有车回去了。然后隔天他叫我起床，听说他七点半的时候叫了我一次，可是我没有反应。对，听说我没有反应，就是还这样对吗？对，就是爱思思的那边。你也想住？我在收集成员中。光是发型是辫子，七七帮我绑的，还是不平衡啊？哦哟，就是绑辫子呢，这边呢，最后才听说他早上打我屁股，但是我没有理他。然后那天。他穿了我的裤子，然后就因为我裤子比较短，然后他的脚踝就露出来。有问题吗？你娘，你娘，你妈？琪琪看到我自己绑完之后，他说要我帮你重绑吗？我就好吧。然后吴婉玲在第一天杀过来的时候，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在吃豆花的时候，他就看到我的包包里面有两包饼干，然后他就一直看着我，想说他为什么要一直看我的饼干？反正我就是继续放着，然后放到隔天，我想说要带去公园吃，结果早上我就。整理包包了，欸不对，我在拿什么？好像离子夹之类的吧。然后他就说他要跟我借，他就翻我的包包嘛，就翻完他就看到饼干，他说：“我看到你包包饼干，我可以吃吗？”后来他就吃了一包，然后第二包我吃了几个，我就说给你吃。其实我买饼干这种东西我都是不会吃，我只是为了买而买，就是我就想说成员一定会，哎，我应该想要吃了这样子。胃体模式。我现在那天很好笑，不是我跟你们说瑞婷常常就是很之前啊，现在比较少，以前就是可能我饮料还没开，或是他想就说我可以吃一口吗？这什么？我可以吃一口吗？然后我就哦好啊，我吸管没开，你开一下，这样子。没事啦，就是给他吃啦，因为我自己放包包，我应该放一个月，他还是在那边。真的，我如果玲玲没有帮我吃的话，他应该现在还在那边。然后可能就是空眼的时候就订饮料啊之类的，然后可能结束的时候，所以你就会说我想喝饮料，然后我就会你要喝一口吗？他说可以吗？他说好，不要，就我喝光了哦。我就哦好，钢铁你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了？听天使说什么都可以，对你喝你喝，你尽量喝。机器怎么绑？它就是它这样变变变变变，然后自己就空心。那怎么绑呢？反正我都是这样一根呢，我不知道。随便。随便呢。
晚安。我那天在后台听那个 Daisy 的 MC， 然后婷婷就直接讲说：“你那个穿西啊！”然后我就直接喊名字说：“他们也是够好。”杨雄 ，Hello， 今年在抢红包大概第五包的时候，倒数包的时候。好像也是吧，好像一直都这样，我觉得蛮就是蛮鲜明的个性。谢谢 Miso 送的告白气球，新款告白气球。对，因为我要抢红包，系统帮我送了出去。蛮有个人特色的啊，我觉得。像我就是有点 get 不到，我就我有问我同学，我就问他说，我应该要怎么，就是在他那里定位这点。他说他觉得其实我可以，我看一下他说什么哈。他说，因为我觉得说我自己在团内是呛人，他说他觉得那我有没有想过走王道路线，像林依萍那样？然后我就说，可是我没有像他们那样那么可爱又会跳舞。他说，我跟你说，他们在 TP 包含 TP 时期已经多少时间？就是上次实力是可以走王道方向的。然后他说他是认真的。然后我说，我就他说你知道你在哪？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没有音的地方。他就说他觉得我的气质很好，就是自己没有发现，学舞能力快，然后舞蹈动作有自己的风格。就是如果再练久一点的话，就是到了前辈他们这样的年纪，我的风格大概会是像林毅跟平海的综合版。怎么大家都在聊定位？不知道。就是他说他有观察过这些人跳舞，还有我，虽然他自己跳的很烂。他说他从旁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感觉我有点像他们两个，但是又不会失去我自己的风格，是很难能可贵。他不觉得我有素质的人。他说我可以回去看自己的跳舞影片摸索，就会理解。然后他就说，他有时候觉得说我好像没有那么自信在舞台上，会怀疑自己的感觉，只是我笑得很灿烂，完全说中我的点了，真的很懂我，为什么可以这么懂我啊？其实路线感觉不错啊，你们是被急救生活吗？没有吧，没错，是说啊，可以发一下我手环的很不错吗？我考虑一下，你想你们会想要哪一张？你想吃辣面？你们想要哪一张桌布啊？因为我觉得可以再多一点自信，因为我都会在怀疑，就是我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对，我就怀疑自己，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我这样表情很奇怪啊之类的？这个程度，我最近比较被称赞，都是大家称赞我的梦之中，因为我觉得我的梦之中有一种把不满的东西全都就是挥发在上面，
音乐有点大声，可是我平常讲话比较小声，因为我的手机刚放在旁边。我在想要哪一张啊？我觉得这几天心态蛮崩的吧，怎么办？我觉得我自己在学校好像很边缘耶，很好吃，很好吃。好的，德梦中真的超棒，谢谢。没有，就是好像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像太常请假，然后在学校就是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所以是有什么事相当不满吗？没有，不是，至少现在有点没有一个归属，就是我觉得开心。Hello， 开心。玉婷 ，Hello， 晚安，你回来了？你刚刚去哪里了？有点白饭吗？没有，因为会水肿，会肿。你看我现在都肿成这样了。我跟你说，我。21号的 reset 共演完之后，我在大呼吃了超多白饭了，因为我真的是需要好好抒发一下自己，就吃了有点多，今天也吃了有点多白饭，然后你就看到我现在脸有点圆，不行，我真的有点圆呢，好像有点圆呢，怎么办？有点圆。哎、欸，杨雄，你不能这样。我要胖了，超圆的、欸，超圆的。多跟他们聊聊，我也觉得。我在草组的群里说，大家一起吃热炒吗？然后回我就一起跟肉肉吃，然后其他人一吐。谢谢，真的是谢谢。哦、oh ，好，我要开始节食了，我要来开始节食了，该节食了。我要节食，我要节食，我真的要，这有点夸张哎，有点夸张，好，有点夸张。不要节食。牛奶不要喝太多，不喝水会起身。吃，这么说吧，可以多吃一点。我那些拉面夹面，我努力克制。没有啦，没有啦，没那么重啦。我记者会那时候根本哭乳痛。没有，我不会加入 Teams， 这是我人生不会达到的事情。我跟你们说，我就是礼拜一去学校的时候，我那天就是早上就迟到，然后我就被德基迟到，我就已经很不爽了，还被讨厌的人讲说，你跟叉叉叉就是迟到，因为他是副班的，还德基，然后我就不爽，不爽完之后呢，然后那天我朋友对我的态度也是那种，啊就那样啊，啊哦哦就那种，就觉得有点不理不睬，我就觉得是这样，到底，然后呢，后来到了下午到了最后一节课，因为我就换位坐，换到了。班上最后一排，然后我又看不到黑板上抄的笔记，我就很崩溃。然后就在下课的时候，我就跑去前面抄笔记。下课就五分钟而已哦，五分钟而已哦。然后我就跑去前面抄笔记，我就坐在别人的位置上。然后我就听到我位置那边传来锵锵锵锵锵的声音，然后我就看到我桌子倒了，我的书全部掉出来。然后我。对，就这样。然后我就看到一群男生在帮我，就是收东西，因为他们把我的桌子撞倒。
撞到就算了，然后就是书都弄出来，然后我也没有收到对不起，我就觉得没关系，我就说没关系，你放一个就好来收。对，然后他们就走了。后来上课，我想说我要喝水壶，我就放在书包。我想说为什么会听到康康康声音，我就拿出我的水壶。哦哇，直接吼一个大洞哎！我给你们看照片，我真的觉得超瞎。真的很瞎，然后那瞬间我真的直接崩溃，我就开始哭。你看，超瞎嘞，这是怎样？我真的很傻眼嘞，到底是怎么压成也把我的水壶压成这样？可是还好，是重点是还有他放学的时候。怎么玩太过火了，他我都不理他，我就直接走掉。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算了，不用陪你，好人做到底。哎呀，是被桌子压到啊，所以我也是掉进去，凹到里面都是这样凹进去的，这样我真的直接心态大崩，这很夸张。其实心情早上一早就不好了，然后又更不好了。没有啦，就是班上男生在玩，然后就我的水壶就被碾爆，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碾爆的。我们要哭。好，我要再来讲第二天，礼拜二。体育课，我那天心情就也还是就是跟第一天没有差太多。然后呢，虽然他那个同学不理我的状况有更严重，我想说那没关系啊，不要就不要嘛。然后我就跟另一个同学聊，就说为什么点评就那么差之类的。然后我就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有一门课就会要办一个新的 IG， 我们就三个人共用一个 IG， 然后我就会想有时候就用那个账号帮我那个就是。AKB 的账号按赞嘛，就是按一下不会怎么样。然后另一个同学就觉得爽不爽，为什么我要用那个账号按，我就不能按吗？然后因为我之前我就是很常请假嘛，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我就是糖分仔，也不能算小账吧，就是学校用的账号啊。那根本没有在更新东西，就是而且那账号也是别人的账号，不是我账号。然后，然后我就，对，他们就觉得我是糖分仔。然后就是那种之前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说，分组这种事本来就是有人会做，有人不会做，他就在我面前这样讲。然后我就跟那同学说，你们为什么要这样讲我？啊！你们都把工资都分配好了，然后再来说我什么都没做，不觉得很过分吗？然后就说好了，我那时候什么也有不对啊，说我现在应该跟你道歉嘛，结果说不用，把手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心态很崩，你就是这样子，都说我躺分的，然后你们自己把工作分配好了又不给我做，那我不就是只能躺分吗？然后我就在体育课哭。我前面那些就是弄坏水壶，然后下面就会说，我说你还好吗？是因为水壶吗？我说不是水壶啦，没关系 ，it's OK。糖分就糖分嘛，你们都不给我做啊，我就只有这样，把这个没被打，什么没被打？有啊，我今天找进的同学，他就说你自己不喜欢来学校上课，我说。不会有人喜欢来学校吧？我说学校的人际关系真的太复杂。他说他也这么觉得，然后就一直在看他的脸，在看他的脸，因为他的脸有点出油，就是整张脸都是亮亮的。我就很想跟他说，有带蜜粉吗？没有配啊，你不用了，不缺那个水壶。我真的觉得在直播讲这些事好像不太好。
但是我也觉得我应该找到一个抒发的管道，我觉得感觉就是直播。不喜欢自己就，然后才太傻粉丝，那我要等到四月了。是感觉那个水壶同学跟你很像，因为他们是一群人，一群人，大概可能五六个是，可是最后认错的只有一个。妈妈妈妈妈妈 ，Discover Girl， 打你吗？一起骂同学，抒发也可以哟。想呛粉丝，不行，我不能呛粉丝。粉丝呛粉丝是要在适当的时候呛，像是握手会。对，至少还良心还在。我很可怕，我也觉得。但是又不能讲太多，之后想到再说吧。自己去期待，结果没有遇到是吗？早知道礼拜六去吃一兰了，你是这个想法？为什么我不去礼拜？为什么礼拜六没有去吃？为什么我没有一起去？早知道一起去了，是这样吗？你为什么会听说很可惜啊？对啊，我没有呛大家，我人超好的。然后我是在公演上面的，没有呛你们脸，他好像想被呛吗？你们可以给我个情境，我再来呛。很怀念高中生活，人家品贤是才大我一岁。的脸，可以当东东吗？打东东。你们四个有三个你的腿如果没人出来就可以切腹，笑笑不敢切腹，好快哦，感觉切了 V 真的太快了，就是礼拜五就要上跟礼拜三，礼拜三品贤好像是吗？我看他是2002。哦，是真的。我想一下，谢尔公妹也是硕士方面的哦。哦，我很厉害，硕士，谢谢上海少女心，你用大学生，我看他 IG 是2002，我看你 IG 的，你大我三岁哦，你不用自己选，不会啊。其实我觉得大三岁沟通上都不会是问题，因为我跟汪同学都差六岁，可是我们感情还是很好，只除了他电话都不接这点，在开勿扰模式啊，在开啊，很多讯息都不回，真的是，还没事啊，我小吉，没有，我跟你说我昨天就是跟那个同学，我说你知道 AKB48 听体面吗？他说嗯，我知道。我说哦，其实我是里面的团员。他说哦，真的好酷哦，好厉害哦。然后我就哦，我说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哎、欸。
我以为大家都知道，我以为大家都知道。我以为大家都知道。带我走，谢谢傅伟。我太低调了，低调点比较好。他说好厉害哦，没有，我觉得很真诚，希望了。希望他是真诚的。我都主要去理他，哎不，我就主动去理他。你比我小两岁，但我应该看起来比你小。对，变自己，黑孙宣传，没关系。我相信学务处的老师们一定会帮我分享的，他们一定会帮我分享的。我跟你们说，我这次在。最后三首的时候，那鞋子我真的快摔死哎、欸，有点，我的右脚很大双，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穿到松掉。穿到后面我的鞋底是这样跑出来，我的脚是这样子，这是鞋底，这是我的脚，是这样子的状，这样子的状态，我这样踩的，然后我又把它塞回去，我就，Oh my god， 就很不稳啊，那双鞋很滑啦。特别好，害我那个企鹅的时候都很晃。博维 ，Hello， 你好，是第一次来看直播吗？很危险的感觉。那要再买什么？要不应该不会买吧？就可能塞个卫生纸之类的。Hello， 你好。我有看到博伟的常常在玲玲的那个照片里面。博伟就是一蓝团的吧？是吗？我好像没有看到、欸，因为我知道博伟长什么样子，但我好像没有看到。有吗？没有吧？为什么大家在扑？有时候看到姐在，没有。我跟你们说，对吧？我记得没有吧？你造谣。李宁神推啊！我要变李宁神推了吗？所以那天吃一兰有谁啊？志宏，然后陈嘟嘟，另外三个我不知道谁。向这边挥手。我跟你们说，前面有三个女犯超可爱，最喜欢女犯。有你哦，有你。包子是那个吗？穿军绿色的那个吗？好像没有说军绿色。我看看咯，挖跨麦哦，是吧？是吧？是吧？哎，还是你穿全黑？你军绿色是？真的，抱着跟下巴长什么样子？那我不知道哎、欸。没有发动，不然你会去的。下次一起去，你们一起去，我不会去了。没有啦，再看看。只是知道公演之后要小心一点。啊，你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可是我觉得你素质超棒的，真的超好，就是没有来烦我们。
的礼物一想念你先没开场会破音的那种。我们后来在打蚊子，那蚊子在飞飞飞，不可亵玩，当然不可亵玩。是孤单变动姨妈的离谱心突然那么想念你我的这爱抒情的原型会弹唇的人我也一开始也不会弹唇我噗不用停了你这样子手撑在这边会比较好弹就是以前唱歌课学到的知识我真的一开始我真的完全弹不起来，好气哦！不能吃面，不能吃面，为什么？感谢安安教授出一句，教授，教授。我的得爱抒情的原型妈的离不弃突然的想念你才和我一起的声音不行我今天完全不行今天不能唱歌今天是不是唱歌的日子 Not 唱歌 day 才和我一起的声音只顾大你都你妈的离我坐在爱在大的远行我坐在想念你的风景好久以前唱过这首歌大破音那张海鸥不是我跟你分享一件资讯哦就是你就会看到照片就是可能谁拍了什么丑照他说哎、欸、安安你看然后就哦好哟也是推演家对吗你那么喜欢推演家不只是邱元康可这首歌是韩文歌 Why 不是啦我觉得那张还好啦公园要算了就是我手毁那一张被风吹成那样子我的可爱的小额头可爱的小额头就这样露出来了你知道有时候还会传给我就直接传给我的照片是哎、欸、安安你看你然后就哈哈哈我就呵呵林佳妮都这样啊！我跟你们说，我那天是电灯泡，我是电灯泡，我是电灯泡。我跟他说什么？他说。他传照片给我，他说：“你看你笑包。”然后我就移读他，哎、欸，超坏的。今天真的很丑。只是我一根海鸥，
没有，他之前是真的传一张我很丑的照片给我啦，是真的很丑的照片，我真的就是完全无法见的那种，太丑了。我很常一读成员的，就是啊，一读了。年轻人的互动，老人看得不懂。那妮妮就长得比较好看嘛，妮妮眼睛真的好大哦，羡慕。你拍的、哦，就是。是不是因为这样声音的越大的声音才被读？不是吧，我主动留言欸，我在让我们标发的组内气氛更加好，更加美好，居然大家都已读，我很难过。所以真的还普我不知道欸，还好吧。可是上后来上你修完那张给我看比较，我觉得那张比较好看。说一下一次，不是啊，女生也很瘦啊，她真的超瘦的，而且又长得漂亮，漂亮。那一张超幼，超幼 ，super young。想变小翅膀，可是我喜欢他的身材，很好看。宁姐应该很那个，不会呀、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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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那些安静的那张，你知道我原本想说嘘，然后我就不知道有没有嘘，超好笑，超好笑，莫名为什么？为什么是两只手？像什么？怎么都没有个想听的歌？为什么？谁让你不来看公演？我要惩罚，我真的超害怕输了，但是真的很丢脸。大家好，我是 AKB48 我真的，我觉得连续两天卡词哎、欸，前奏、前奏、还前奏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我发现好像是因为念太快，所以我讲卡词。可是我觉得不念快一点好像有点怪怪的。甜粥、咸粥、海鲜粥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有种威胁。我要的是卡两天哎、欸，两天没有，我跟你讲，每次都那个旁边那个新身高下那个下面的那个，你知道那个篮球场男生会打。这样趴着看、欸、笑出来，小周周，至少要听得清楚。那等一下再请大家喊小周哦，甜粥、咸粥、海鲜粥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
扁舟、咸舟、海鲜舟都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小舟舟。太慢了，很可怕。可是我真的没有在我们住的海，但就好了。是在我爱你我他吗？哈瑞凡，嘿哟哟哟，甜粥咸粥海鲜粥都不是我要的。反而没 feel。对啊，我就是。小粥说也太奇怪了。你要的是偷啦，偷啦，我要你偷啦！谁叫你？没有人叫你。是说你我他游戏，我觉得鲁迅超像。下次惩罚游戏就用 rap 念出介绍词吧。确定到时候不会卡吗？会卡爆！你要偷啦？特真可爱，可爱。嗨，陈，现在什么说依然大队没有？切懂，切懂，切懂 ，Hello， 切懂。上 MC 的感觉怎么样？陆武勋里面你我他，这依然大队啊。另外两个是谁？杨雄 ，Hello， 心花怒放，告白告白。我以前都看，他很有小资。对啊，以前很小资哎。我看一下，一然大车队，前面就笑出来。你看一下哦。通常很多以前都是影片啊，你知道很小的时候，就是我要出国前以前发的影片。你看周小子的，啊，好可爱，好可爱哦！还有以前发过很久以前，你看这刚来的时候，然后他跳椅子跳上去，啊，跳不上去啊，掉下来，好可爱哦！豆奶怎么那么可爱呀、啊？你那种莫名其妙的影片很多。你们的模样像孩子，不是不是。不要小小子的未来起航，为了他的远方。我要关播了，没关播呀。忘记了怎么跳。黄脚是发情吗？你有结账吗？这么早，我今天其实不会消失了。我们可以留到礼拜六，礼拜六再直播。听我这种勇敢承诺。对，我今天走到酒店而已。我是播下礼拜，不，礼拜六播两个小时，不是要去看猎人吗？你看完了？猎人，我好像忘记了，好久以前看过，看到千和影那边，好像后面就没有看。
还没，快点结扎好不好？拜托，你知道我们家偷还是多清纯，有多可爱吗？还没发情过就被我们拿去结扎了。所以呢，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他对猫草完全没有兴奋的感觉，所以我们家买那个猫草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好难过。我以为可以看到它的，这样的感觉那种，它就是一只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感觉的猫。这样比较好啊，发现的时候不会尿尿啊，不会乱尿尿。嗯，结扎早结扎还就是，可是很奇怪，已经九个月了还没有发情过，但也蛮好的，吧？胖扑扑，和尚耶，和尚，黑虫还是什么？好奇的偷了，但没有了，没有。我看到他的时候已经是回来的状态，已经没有。但我现在还是会偷摸一下啦。我昨天早上把他压醒。他在睡觉，我就脚上跨着，我想说什么软软的，我就后来感觉到一个东西默默的爬起来，嗯，是偷懒，拍死，偷讲下喽，他偏头痛，胖 QQ， 我刚刚伸了眼，我就那烧开嘴的声音，然后他就炸毛了。他没咬我，他怎么会咬我呢？他不可以咬我。我只说勇敢承诺，让眼神闪烁。哒哒哒哒。我因为怎么跳了？哎，变态！他不能缠咬我啊！对啊，你看这边。好吧，已经好像快好了，还是有了，就是看不清楚。有小巨蛋，林春，他只是只猫，没有啦，可爱吗？请大家礼拜五晚上我们一起迎接首播。我也很期待，因为我自己还没看过。我想到那天 MV 导演来看，然后现场直接叫有粉丝叫肉肉臭臭臭臭，我想说，哈，导演怎么想耶？超好笑，臭臭。还好我没有在我的那个 MC 环节，我原本想要讲说，对啊，蔡依林你到底喜欢谁啊？臭臭，我还好没有这样讲，吓死我。真的是还好我没有讲。第十名是永远的边缘人小薰，小薰不边缘。第九名是落日一笑，就是最近落日一笑到底去哪里了？到底去哪里了？在哪里？落日一笑，落日一笑现在都这样，他都到处，然后他都不在我这边。第八名是傅维，谢谢。第七名是开心。谢谢开心，哎，开心也是台中人哎。第六名是鲑鱼酱油派，嘉勋 ，Hello， 谢谢。第五名是风甲人雨萍，你不能再低，我觉得你就这样了，不可以再低的，太低了。第四名是夜空 Sky， 谢谢。第三是 DJ， 谢谢 DJ。第二是 Miso， 请豆花喽。请豆花咯。第一名是戴戴，谢谢戴戴。笑笑看小灰辛苦了。第一，你是神队好吗？是吗？是这样吗？别想想念我，这不是我熟悉的修炼爱情。修炼爱
情的心酸。In your position set. 今まだのだの天天をかだ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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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哎，忘记怎么跳了。天天不够，只是没人烦，你莫只能打电。别安那么的大，乱唱。我想跳迷你糖水。天空里的云朵，风筝里的小鸟。好像引言哦，有些我听到你们在喊，但是就是我听到喊名字啊，谁谁谁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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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最清楚的是最后面那个七七七七，然后啊，然后我说我们在后台，我说哎，他们在喊你耶，他说有吗？没有，我说你听啊，我这样。嗯，为什么会有 Fit 歌？就是乱下载。但是我觉得你们的那个英文版本真的很漂亮，真的，你知道真的是完完全全抓对了时机，完完全全就是觉得很感动，就是嗡嗡我们等你回来，然后就嗡就回来了，就觉得 Oh my god， 这太会了吧，真的很会了，就觉得嘛，就是那种 Unibaby 第一次到齐，然后就是，然后嗡嗡就从后台走出来，然后就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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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我看那个回放影片，我就发生什么事，很感动哎。然后你们就是集体就是还帮嗡嗡喊，就是嗡嗡。那时候我真的是真是太好了，就是还好大家就是还好，哭爆。真的很刚好，反正应该没猜不准，你们应该猜不到吧？真的很棒，感动的哭，然后哭完一波，然后我看讲感也就没哭什么。但是我一说我不会哭，然后他就开始哽咽，我就不要哭，我也想哭，然后就开始气了。气了，然后又是另一波感动哎，不小心翻脸，留下一坨眼泪，一坨吗？一坨。第一次看到现场，哎，不是我的那个真的很鞋子很滑，不是我站不稳，是真的太滑了。好啦，就是太滑，手站不稳了。哪里呀？真的超滑，不是我要讲。我真的不行，想要拍 MV 的时候，我那个脚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我的脚真的是要憋死。好了，就是站不稳，就是站不稳。本身站不稳，跳好像不稳，都有吧？我觉得。
但是那个鞋子有点太滑了。我有点单脚平衡，那个转身，那个转身真的很难的。我的 reset 转圈转超好的，不是我要说，我是真的转得很好，我真的那个转完身就啊，转这么难，因为超开心，转超好，转到大正面。我刚跳的是 AKB 舞啊。我要穿那双鞋超久，穿领看上面跳。大嘴巴我真的喜欢。我真的要关播，我真的要关播，我在关不关，就跟以前一样。我要关播，我要上九点。对，我每次都说，我等下就关播了，我要关播咯，继续播。嗯，确实站不稳。好的，我会再提议。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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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一天好像少了什么，少了我吗？拜拜，一两战队拜拜，好笑，拜拜。礼拜六，先礼拜我们首播，首播看戏，首播气球首播，礼拜六晚上再找我直播，拜拜，拜拜。关了。